建发两月简单介绍。该楼盘位于武昌区中北路与兴国南路交汇处，属于武昌二环内核心位置。北侧200米就是沙湖，步行650米左右就是楚河汉街，驾车2公里即可到达省级行政办公中心，3公里范围以内有武汉 65% 以上的金融机构。楼盘的配套相当成熟，距离武昌区白鹿街小学、武昌实验小学、东湖国际校区都是900米左右，距离武汉市中北路中学600米、五路路中学东湖校区800米。另外，项目西侧是小学用地，项目离地铁4号线青鱼嘴站约400米左右，武大中南医院约 1.1 公里，东湖风景区约 1.7 公里左右。综上，该楼盘的整体配套还是比较不错的，但是教育相对比较一般。项目的缺点是北侧是污水处理厂的升级用地，周边道路高峰期比较拥堵。该楼盘规划共计6栋楼，其中1号楼、5号楼和6号楼为37层，2号楼和3号楼是31层，7号楼是22层，容积率为 3.2， 绿化率 35%， 户型有152平42厅两卫、183平32厅三卫和224平的42厅三卫。整体来看，建发朗月的地段以及周边环境还是比较不错的。最后，关注我，武汉勇哥选房，用最简单的视频为你介绍楼盘情况。